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世界。根据世界资源研究所调查发现，全球四分之一的人口将面临严重缺水，17个国家将面临极严重的水紧迫状态，加上气候变迁的影响，情况将更加恶化。美国一家科技公司利用太阳能板搜集空气中的水蒸气，成为蒸馏水，希望创造出一种全球性的水源，像是在任何地方建立一口井，立即解决人们的缺水问题。许多国家位于干旱、自然环境恶劣的地方，水资源严重缺乏。美国一家科技公司利用太阳能板生产水，搜集空气中的水蒸气，透过阳光蒸发而成蒸馏水，希望能救济世界上数百万生活在缺水地区的人们。We source hydro panels. We take sunlight and air and produce pure water. It is then mineralized, stored, and then delivered at basically any volume that's needed by that home, a school, that hotel, or a whole community.太阳能产水板内含有吸湿材料，可吸收空气中的水。面板内部的空气透过太阳能加热并循环，从而增加了相对湿度，并加强吸湿性材料吸收水蒸气，转化为液体。产生出来的蒸馏水会被储存在容量60公升的容器中，并在其中用钙和镁矿化成为饮用水。装在这些透明小杯子里的就是太阳能产水板所制造出的饮用水。地面装置的太阳能产水板长240公分。宽120公分，而装设在屋顶的太阳能产水板较小，长150公分，宽90公分。每个面板每月可生产多达300瓶，约450毫升的水。The best part about Source for sure is that it's a global solution that's removing the fact that historically water is such a local problem. Whether it's a high-end home in LA that's drinking a lot of bottled water, or it's the San Bruno Girls Foundation where girls are walking 2 miles a day to get their water historically.That whole spectrum of humanity, ranging from the people who have a lot to the people who have a lot less.The water solution is now the exact same. 根据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和世界卫生组织2019年的报告，全世界约有42亿人缺乏环境卫生，30亿人缺乏基本的洗手设施，22亿人甚至没有生存基本所需的干净饮用水，占将近全球人口的1/3。太阳能产水板可以在干旱、低湿度的环境下运作，例如美国亚利桑那州、澳洲、中东和北非等地区。该科技公司目前已将面板销售至全球36个国家，希望能对日益严重的缺水问题有所帮助。为了抵抗悬浮微粒及病毒的危害，穿戴口罩已经变成人们的日常。有一家荷兰新创公司开发新一代智慧口罩，除了能检测灰尘微粒，主动警示使用者及时的污染状况，同时还内建风扇，大幅改善口罩的舒适性。而且这款智慧口罩的使用寿命甚至长达2年。在今年的美国消费电子展，有家新创公司 AirBliss Plus 推出智慧口罩，有别于传统口罩的被动性防护以及低耐用性，不但可以重复清洗，使用寿命长达2年，还配备悬浮微粒侦测系统，搭配 LED 灯，随时警示外在空气污染程度的变化，同时内建 USB， 具有充电功能。We're very very excited to have a product that.It's not going to be like any other mask that you're going to drop that for 5 minutes and become just another gadget. We want to be the solution for mass adoption because the comfort is key for prolonged hours and you're happy of the user experience and you're happy to repeat it the next day.为了解决戴口罩的闷热问题，新一代口罩内建风扇系统，搭配无塑料防水织布制成的可循环使用过滤器，有助于口罩内外的空气流通与过滤效果，让呼吸的每一口空气保持干爽。未来他们还计划将污染侦测装置搭配手机与 App 的应用，让口罩更加智能化。The first one we're targeting are gas pollutant sensors and also dust particulate sensors and connectivity with your cell phone.And our goal is one day to be able to deliver enough data to have a reliable pollution map. And when you want to go from A to B, you don't necessarily only go for the shortest or the fastest way, you always go for the less polluted way.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球每年有460万人死于与空气污染直接相关的原因。北京、新德里等亚洲都市因为空气污染严重而导致生活品质低落。美国加州与澳洲等地的野火带来铺天盖地的烟雾，也导致空气质量急剧下降。这都是新型口罩的目标市场。此外，他们也针对北美和南美地区采矿业发展推广计划当中。
这家公司计划在2020年夏季在知名的产品募资平台 Kickstarter 推出，接着在2020年底前生产上市。印尼苏拉威西岛的帕卢河有一只鳄鱼被轮胎卡在脖子上，过了3年都还没有办法取下。现在印尼政府决定祭出公开悬赏，只要有人成功取下轮胎，就能获得奖励。这只鳄鱼据说是极度濒危的暹罗鳄鱼，身长4公尺。从2016年以来，这只鳄鱼的颈部就卡着一个机车轮胎，期间也有人试图从它身上取下轮胎，但是都没有成功。2018年，印尼当地曾发生严重的地震和海啸，这条命大的鳄鱼都幸免于难，但是轮胎还是没脱落，好像孙悟空头上的紧箍咒一样。外界担心，随着鳄鱼身体变大，未来可能会被轮胎勒死，因此中苏拉威西省自然资源保护局决定发起一项竞赛，只要有人能将鳄鱼从轮胎中释放，就能得到奖励。不过，当局并没有公布奖品是什么。全球最大双引擎喷气客机波音 777X 1月25号进行了试航首飞，这标志着波音公司迈出里程碑的重要一步。777X 是波音公司777客机系列中最大、最高效的版本，将与已拥有一定市场的同类机型空中客车公司的 A350XWB 超宽体客机竞争。777X 于当地时间周六上午10:09在西雅图郊外成功完成首飞，飞行了近4小时。777X 是新一代宽体飞机的代表，这架飞机是有史以来最大的双引擎喷气式飞机，机翼跨度超过235英尺，且具有折叠式翼梢，可将机翼长度减少20英尺以上，因此飞机可适应各种机场滑行道和登机口。该款飞机选用通用电气制造的世界上最大的商用发动机。跟波音787梦想飞机一样，这款飞机也由复合材料制成，并且拥有更大的窗户，客舱也经过重新设计。波音表示，跟现有777机型相比，这款双引擎飞机载客量更大，飞行距离更远，它将成为世界上效率最高的双引擎飞机。We did all of the testing that we planned for the most part. We got through all the systems checks and even had time really to go on a little tour of Mount Rainier. So it went very well.在波音737 MAX 坠机危机的阴影下 ,777X 首飞对波音公司是一个推动。公司希望在10年内实现数百架销售量，但新的400座飞机必须获得监管机构的认证和买家的信服。预计 777X 将于2021年投入使用，比原定计划晚一年。相信很多父母都有在孩子睡觉前读床边故事给他们听的经验。现在，在教育学家和太空人的协助之下，小朋友也能听到太空人在太空中为他们读床边故事。这是由美国非营利组织全球太空教育基金会在几年前推出的，其中一位创始人是曾担任休斯顿太空中心的教育主任特莱布。这个项目的运作方式很简单，就是由全球太空教育基金会将儿童书籍寄到国际太空站，再由那里工作的太空人将读故事的画面录下来，经过剪辑后上传到来自太空的故事空间的 YouTube 频道，提供世界各地的儿童观看，希望增进孩子们的科学知识以及他们对太空人所读故事的了解。太空人也会在国际太空站示范不同的科学试验，并将画面录下来，而孩子们看到国际太空站内的设备和这些试验，可能也会觉得新鲜有趣。小劳勃·道尼在卸下钢铁人盔甲之后，首部挑战的作品就是改编经典童书杜立德一生的电影《杜立德》。电影将时空背景拉回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年代，角色则是一个可以跟动物说话的医生。小劳勃·道尼要带领一群动物展开新的探险。独自住在庄园高墙内的杜立德医生，在痛失爱妻后与世隔绝，只有一群珍奇异兽陪在身边。一天，维多利亚女王生了重病。杜立德被迫搭船前往神秘小岛寻找解药，他在旅途上遇到可怕宿敌，并发掘令人惊艳的神奇生物，让杜立德得以重拾机智与勇气。
改编自修洛夫廷的经典童书《杜立德医生》。电影《杜立德》找来小罗伯·道尼诠释这位可以跟动物对话的医生，重新述说这个奇幻冒险故事。小罗伯·道尼近年来的演员生涯几乎都献给了漫威，这是他在卸下钢铁人盔甲之后首次以不同形象与观众见面。 I'm not all that strategic with what I do and what I choose. I'm a little more intuitive. There's something about it that just seemed like a sweet departure from aliens killing everybody. I don't know. It's just, you know, I've been in a very different universe for a while. 杜立德身边有一群吵吵闹闹的动物同伴，包括焦虑的大猩猩、Forceps, please. 脑袋空空的鸭鸭、尖酸的鸵鸟、冲劲十足的北极熊、多愁善感的松鼠，以及杜立德的顾问鹦鹉。当被问到最想成为哪种动物时，演员各有不同的答案。Squids are pretty smart. I'd like to be a super smart squid. End quote. I think like dolphins are like really sophisticated. She's a dolphin gal. I'm a dolphin gal. I'd say ant then because just a single ant. Yeah, I'd always want to see what's going on in that little hill. Yeah. I feel like that'd be really interesting. 其他卡斯还包括安东尼奥·班德拉斯、哈利·克莱特以及卡米尔·兰尼亚朵等，加上众多讨喜的动物角色，特效逼真，杜立德要为观众带来娱乐性十足的探险旅程。澳洲持续肆虐四个月的森林大火，造成许多野生动物伤亡以及栖息地的破坏，许多护理人员尽全力抢救幸存的动物。在袋鼠岛上，兽医为无尾熊提供足够营养以及术后护理，让无尾熊早日恢复健康。此外，澳洲政府也空投食物拯救面临粮食危机的岩袋鼠，各地民众也都尽一己之力让无辜的动物免受火灾侵袭。澳大利亚野火肆虐，连澳洲南部袋鼠岛的无尾熊也受到侵袭。在袋鼠岛野生动物公园，护士抱着烧伤的无尾熊，让它趴在用毛巾铺着的平台上，给兽医仔细的检查，并把钩爪清理干净。Now you can see his coat's got a lot of smoke. It's slightly singed in places. His lungs have a little bit of smoke damage to them as well. So he's a very sick koala, but he's one that we do have hope for. So if we dress these wounds appropriately and get him on some medications and give him lots of nutritional support, then his prognosis is fair. 这只成年的雄性无尾熊可能因为伤得很重，所以全身都没有什么力气，对于医护人员的检查显得异常镇静。霍尔表示，在袋鼠岛上估计约有30,000只无尾熊死于大火，他们将尽可能拯救更多的无尾熊，使其恢复健康后回到野外生活。在新南威尔斯州的多个国家公园，澳洲政府用直升机装载一箱一箱的食物，空投2吨以上的番薯及红萝卜，提供食物来源，帮助动物们生存下去。这次的空投计划主要是以岩袋鼠为救援目标。岩袋鼠通常能在大火中幸存，但大火烧毁了周边的植物，使它们的食物来源受限，面临巨大的生存危机。悉尼大学生态学家克里斯·迪克曼教授说，新州是这次大火最严重的地方，有超过8亿的本地动物受到影响或死亡，烧毁了约500万公顷的土地。除了政府的努力之外，各地民众也尽自己的力量来保护野生动物。在新州巴特洛的 Smart 动物保护区及安置中心，中心里的骆驼、驴、羊驼非常幸运地逃过森林大火，这多亏于社区的居民帮忙聚集动物，疏散到安全的地方。I put out a call for people to come up and help us evacuate all these animals because I had over 30 cats in the isolation area and.Some donkeys and stuff, and the community just got together, and there was floats and people going in every direction. It was awesome. So we just got out as many as we could. 克罗斯表示，大部分的居民都已经撤离，但是却来不及把饲养的动物带走，所以他会到处巡逻，给猫咪喂水，让它们维持生命。近几个月，澳洲连续性的森林大火造成生态浩劫。当大家正关注伤亡重大的无尾熊时，另一种被视为澳洲吉祥物的动物鸭嘴兽，也正濒临有史以来最困难的生存之战。连续的3年干旱、环境污染、土地开发，加上这次的森林大火，几乎断了森林中的水流，使得仰赖水域生活的鸭嘴兽遭遇最大的生存危机。澳洲罕见的连续性森林大火不只对陆地生物带来伤害，连水中生物也无法幸免。
在澳洲被视为吉祥物的软身哺乳类动物鸭嘴兽也正遭遇史上最艰难的生存之战。宽扁鸭嘴、蹼状四肢、毛茸茸的身躯是鸭嘴兽最独特的象征，主要分布于澳洲东部地区，栖息于河川，会在河岸、湖岸上挖洞而居，一生与河流紧密不分。近几年，澳洲经历了三年干旱、土地整理、大坝建设、环境污染和气候变化，使得野生动植物生存艰巨。近几月的连续森林大火更成为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We straight away went to survey the water holes. There was three in total that were at risk, and we could see straight away that there was platypus swimming around. And even that's quite unusual, because usually they're very cryptic and they only come out at night time. And the thought was the fact that we could see them during the day meant they were really struggling to find food and foraging. 在大火之后，许多救护人员和保育人员开始探查，看到河道干裂，仅剩下小水流在裂缝中流淌，袋鼠和各种各样的野生动植物只能试图从那微小的最后一条水道中喝水。在许多水流被切断的水域，救护人员找到许多鸭嘴兽的尸体。保育员将把营救的鸭嘴兽们带到塔隆加野生动物医院进行一连串的检查与救治，并提供暂时庇护所，帮助度过艰巨的生存环境，免于成为濒危物种。当环境情况好转时，便放回其自然栖息地。据官方统计，澳洲大火已烧毁100种受威胁物种的一半以上的已知栖息地，其中包括32种极危物种。气候变化加上人类滥用农药，威胁蜜蜂的生态环境。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的农民同心协力，种植了约200,000朵向日葵，希望为保护蜂群尽一份力。一望无际的向日葵园地在阳光下盛开，谁会料到这里曾因为长期干旱一片荒芜？当地农民试图拯救蜂群，自动自发种植大量的向日葵，并将蜂箱设立在植物园附近，希望颜色亮丽的向日葵能吸引蜜蜂前来采蜜筑巢，继续繁殖。墨西哥有近2000个蜂种因为受到喷洒在农作物上的农药侵害濒临绝种。近年来美洲等地的蜜蜂数量急剧下降，光是在巴西过去3个月内就有5亿只蜜蜂灭绝。墨西哥农民用行动为拯救蜂群尽一份心力。气候变化加上人类滥用农药，威胁蜜蜂的生态环境。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的农民同心协力，种植了约200,000朵向日葵，希望为保护蜂群尽一份力。一望无际的向日葵园地在阳光下盛开，谁会料到这里曾因为长期干旱一片荒芜？当地农民试图拯救蜂群，自动自发种植大量的向日葵，并将蜂箱设立在植物园附近，希望颜色亮丽的向日葵能吸引蜜蜂前来采蜜筑巢，继续繁殖。墨西哥有近2000个蜂种因为受到喷洒在农作物上的农药侵害濒临绝种。近年来美洲等地的蜜蜂数量急剧下降，光是在巴西过去3个月内就有5亿只蜜蜂灭绝。墨西哥农民用行动为拯救蜂群尽一份心力。最近天文学家用夏威夷茂宜岛的太阳望远镜拍下了有史以来最高解析度的太阳影像。从影像上看，太阳表面是运动的，像是由很多单元颗粒组成。美国国家太阳天文台表示，从太阳望远镜影像看到，火热的电浆体从太阳表面渗出，冷却后沉到较暗的地区，过程类似对流。天文学家认为，太阳望远镜拍摄的高解析度影像让人们看到太阳系中最大物体的最小细节，可以从全新的角度观察距离地球最近的恒星，帮助人类理解太阳表面的真实情况。
据称，太阳望远镜可以精确测量日冕中的太阳磁场，解答为什么日冕比太阳表面高出数百万度等等的问题。在美国宾州一年一度的土拨鼠日上，明星土拨鼠菲尔预测，寒冷的冬季将很快结束，春天会提早到来。For there is no shadow of me, spring will be early. It's a certainty. 在宾州庞苏托尼镇一年一度的土拨鼠日上，上千名民众聚集，等待明星土拨鼠菲尔的预测。每年的二月二日是北美传统的土拨鼠日。土拨鼠如果看见自己的影子，冬天就将持续六个星期；如果看不见影子，那么代表春天很快就会来临。而今年土拨鼠菲尔预测春天会提早到来，民众开心庆祝。从1887年首次举行的土拨鼠日，至今已有134年的历史。东京举办的故乡祭将日本传统祭典和名产美食相结合，让生活繁忙的民众体验到故乡的记忆。秋田县干灯祭已有260年的历史了，演员们和着轻快的乐曲，把重50公斤、宛如一株株发光的巨大稻穗的干灯，分别顶在额头、肩上、手上，在干灯火光摇曳之间，营造出奇观氛围。来自青森县的内布达祭今年已是连续7年登上东京巨蛋的舞台，阵容庞大，充满活力的队伍排着巨型灯笼游行，还有负责演奏太鼓、笛子、筝钹的伴奏者，配合乐声卖力跳舞的舞者，呈现出人声鼎沸的热闹盛况，是青森夏夜独有的风物诗。いろんな国の人たちにねぶたフェスティバル is the most festival を伝えて PR したいです。ねぶたが楽しいなと思って、それを多くの皆さんに伝えることができたらすごく嬉しいと思います。这次前来观看故乡祭的不仅有东京市民，也有远道而来的地方观众。日本全国のいろんなこう食べ物とか文化とかをなんかこう。去年来ました、2回目、北海道から九州まで特産品がありますよね。每年约有40万人前来观赏故乡祭，在感受各地文化的同时，亦可疗愈思乡之情。到嘉义阿里山的奋起湖，除了可以看高山小火车、走步道踏青，当然也少不了逛老街，外带一些奋起湖伴手礼回家。小火车缓缓进入奋起湖车站，游客兴奋地拿着手机拍个不停，因为来到奋起湖就等这一刻。那个小火车是全世界只剩下3条的高山火车，而且我们的小火车，台湾的那个小火车，它是横跨热带、温带跟寒带的，是唯一的一条小火车，真的非常漂亮。年假期间，趁着天气放晴，民众来到嘉义奋起湖走走步道，吸收天然的芬多精。而远近驰名的奋起湖便当则成为最大诱因。我马来西亚来，便当好吃吗？好吃。哪样最好吃？全部很好吃。老街里的摊商什么都有，用烤的甜甜圈、中药熬的铁蛋、山葵，还有可爱的小黑南瓜。受欢迎的阿里山爱玉、树番茄、百年历史的阿里山火车饼，让游客看了每个都想带回家。就有番茄的感觉，好像又有百香果的感觉，对，就还蛮特别的。我买青菜吧，因为这里的青菜看起来比较好吃。奋起湖可不是湖，而是因三面环山向本季而得名。来到坐落于海拔1400公尺的山城，尽管太阳露脸，但走在林荫下仍少不了要添加保暖衣物。